我叫侯友宜，我要在这里郑重向大家宣布，我要参选下一届的新北市的市长。写了我的选举，只有一句话：不忘初心。外地，我19岁的时候，我选择进入警校，就保持着为国家、社会、人民服务的心愿。唯一解决您艰苦的代志，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安居乐业，这就是我的信念。这个谢谢我们作贤县长的关心。我在没有辞职之前，我以市政为最大的优先；辞职之后，我也把我们的政策理念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。其实从以前到现在，他们是反对的，但是我就跟他们讲，你已经把我捐出来给这个国家。从我认识大家开始，我妈妈爸爸就把我捐出来给各个国家，我老婆跟我认识开始就把我捐出来给各个国家。这是我的初心，这是我的志愿。我们是一家人，我希望他们无怨无悔的听我，把我再度奉献出来。我的家人让我很感动，他们还是一往情深支持我，让我站在这个地方。我这会长这一辈子，我永远欠他们，我还不了。我只用认真做事回报我的家人，这才是我要做的。我都不再在乎别人看我是什么，我从在乎的是我自己能为国家社会做什么。别人的事情我都要用包容尊重，我只有一件事，我到底做对事还是做错事，只要做对事我勇往直前。我的对手我都尊重，只要为市政要努力的人我都感佩，但是我的对手不是这，我的对手是我自己，我才是我对自己。我要每天不断地打败我自己，往上提升，能够带领市民有一个愿景，这才是我的对手。